经向拉法姆保证，一定会拿下商业区，无论用什么手段。准备打靶喽！编织黑暗。准备打靶喽！我，换我了，把枪给我。就连剪法师都跑来反抗我们了，把他剪除掉。油多啦，对上旗子。事情开始有趣了，你的毛发应该修剪一下了，对吧？值钱的东西吗？到手了，我被抢了，当然渴求鲜血。这神奇的药剂效果非常的好，直到你觉得它好过头了。油多啦，对上赫苏图。事情开始有趣了，你不属于这里。值钱的东西吗？到手了。到手了。
鹤插草啊！开始有趣了。如果你是来闹事跟捣乱的，去别家吧。飞吧，狐狸！需要照顾一下。我的盾为阿古斯而举，嘿，热门的药可不便宜。退钱，香菇的力量，不准退钱。一起跳吧！酒馆开张了，说不定我们能雇用更多的喽啰。
欢迎来这里，朋友，好好享受吧。现在要怎么办呢？事情不太顺利了。会记在你的账上。有多啦，对上微醺。事情开始有趣了，你是来破坏我的传送门派对的吗？你懂传送门了。我们渴望复仇。想去的任何地方，见我出发。那里有派对，等等，是在这里。
权魔像。事情开始有趣了，可不便宜。嘿，热门的票可不便宜。可不便宜，不准退钱。赏你几颗葡萄吃吧，砸碎。票可不便宜。是什么潜伏在深渊中？你要发疯了。我们来破冰吧。到手了，一起跳吧。
钱的东西。赏你几颗葡萄吃啦！快没了，国门秘诀，赏你几颗葡萄吃吧，砸碎。抢一些来，完美切割。拉法姆没盯着我们，要不要稍微放松一下？刘多拉，我们得谈谈你赊的账。现在要怎么办呢？有东西在烧吗？找他们绝不会出错，他们是老客人了。欢迎下次再来。尤多拉。
经开始有趣了。圣光绝不会宽恕你。Veta sones gamela。圣光会引导我们。不交钱，就等着和死鱼作伴吧。力量在圣光中闪耀。听我的呼唤。让痛苦跟我对话，带来痛苦吧。想使坏吧，我也是。邪恶超好玩。烈火大锅沸。加倍老又累。这炽热耀眼的光华，喂喂喂，爱叫鬼计哈。嘿，热门的票可不便宜。啊，错开。阿卡哈奇，全都是空投！赏你几颗葡萄吃吧。在荣耀之中。一起跳吧，赏你几颗葡萄吃吧，砸碎。一起跳吧，几颗葡萄吃吧，砸碎。
一起跳吧。啊！笑脸呢？哪里不再像笑脸？来跳舞吧！霸权呀，算我一分！圣光会忽悠我。我可不会手下留情，赏你几颗葡萄吃吧，打死你的空杀。我来为你照亮道路。我可不会手下留情，我可不会手下留情。赏你几颗葡萄吃吧，砸死！要相信圣光。好好想，尤多拉。安全装置关闭，收割伺服器。是什么潜伏在深渊中，在你后面？赏你几颗葡萄吃吧，砸碎！我可不会手下留情，我可不会手下留情。要值钱的东西吗？到手了。Thank you.
我在绝望的海上漂泊。我可不会手下留情，我可不会手下留情。到手了。赏你几颗葡萄吃吧，打碎。团结。我可不会手下留情。赏你几颗葡萄吃吧，打碎。圣光是错了。你才是失去的，就等着和死一组吧。我的库存快没了。我可不会手下留情。我的货车里有一幅拉席欧亲笔签名的画，要是你解决它，价钱就会水涨船高。哟！走进我的画廊，我会画下你的死亡。你的东西烂透。有好多年没有这么特殊的绘画对象了，你知道这些画作有多贵吗？哼！赏你几颗葡萄吃吧，砸碎！一起跳吧！的笔触。你的魔法无法拯救我。重点就在细节里。嘿，热门的票配合不便宜。
瞧我送你。嘿，热门的票可不便宜。我杀他，不准退钱。哎，跟你打呀。要相信圣光。爱照规矩哈。好好想，尤多拉。嘿，开个价吧。叫鬼计来，不准退钱。你听起来有些难过，要我在你的脸上画张笑脸吗？哦，太棒了，又是一幅杰作。成交！真家搞啊！有值钱的东西吗？到手了！来跳舞吧！一起跳吧！我看你还是打包行李回家吧。赏你几颗葡萄吃吧，打碎。
想我又超越我自己了。我在绝望的海上，我要回家。在召唤黑暗，赏你几颗葡萄吃吧，砸碎，让圣光进化。暗影在召唤，几颗葡萄吃吧，兄弟会将获得胜利。我怎么办到的？我怎么这么厉害呀？我的库存快没了。我们虽然邪恶，但至少不会弄出那么可怕的小玩具。解决它，尤多拉，对上杰佩托。事情开始有趣了。哎，就是你，进来看看哦。一直在骚扰这附近的商家和朋友。我一直想要展示这家伙。成交。
我们这些店家可不是好惹的，尤其是我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我的军队越来越强大，才吃得到你。好好想，尤多拉。这些正在特价。现签约前一响月公开说明书。前应祥月公开说明书。这是战场，不是民宿，快歇歇。影在召唤。黑暗。兄弟会将获得哇，是限定版呀！这个目标我打不到，你比我想象中的顽强。时间玩游戏，不留活口。嘿，热门的票可不便宜。成功了。叫鬼计来，对，少年呢？那你不再想起老我啊？兄弟，
杀。五灵火口。真高啊！赏你几颗葡萄吃吧，砸碎！教诲既来就丢。绝望的海上，我要回家。诅咒了大家，邪恶超好玩。哦，想使坏了，我也是邪恶超好玩。